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须弥顶上记赞品》第十四经文第九段，下方无上慧菩萨啊，寄送啊，我们从第九首啊看起啊，非身而说身，非起而现起，无身亦无见，是佛无上身。经文说到这个地方，确实是无上智慧。事实跟菩萨的名号啊完全相应。从这些地方让我们深深体会到结局宇宙之间，所有一切问题，决定要有无上慧。那么，谁有无上慧呢？啊，九住菩萨无上慧，诸佛如来。无上慧，佛告诉我们，遍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有情众生，通通具足无上慧。啊，我们许许多多的同修，啊，当然也包括我。没有一个是例外呀！啊，无上慧就是圆满的智慧，是在讲圆满智慧现前，宇宙之间呢没有问题了。遍法界、虚空界是一片祥和，我们中国古代老祖宗不简单呐！啊，他能说得出何为贵，这一句话。说到诸佛如来心坎里去了，啊，中国古代帝王统治天下，用什么方法呢？啊，用的是《易经》里面的一句话：“太和，中和，
报火。啊，太和是跟宇宙的和谐，跟大自然的和谐，中和是跟一些人事的和谐，最后啊，饱和，如何保持这种和谐不变？天下太平了，人民安乐，五谷丰登啊，国泰民安。啊，那这就是无上的智慧啊，完全随顺心得。啊，心得的真相就是大自然的真相，宇宙的真相。啊，佛法的名词叫诸法实相。诸法是万法，实相是真相，通达明了啊！啊，那么现在社会上为什么有这么多难题呢？就是宇宙实相不明了啊！每一个人所看到的啊，哲学家、科学家。啊，甚至于所说的思想家，宗教家，不能说他们有智慧。啊，他们尽一生的精力时间去研究宇宙人生的问题，啊，也个个有他的总结。那么这些总结呢，实在讲，就像莲池大师的比喻，瑕子莫相。啊，这个比喻是来自《大乘经》的。啊，他是不是找到了？找到了，找到是局部的，不是整体的。因此，他能解决局部问题，他不能解决整体的问题。啊，整体问题要什么人才能解决呢？在大乘佛法里面说呢，的明心见性，无上慧就显现了，啊，才能解决问题啊。那么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就是无上慧。啊，非身而说身。这一句话我们可以引用老子的一句话来说，啊，身是个名相啊，名可名非常名啊，道可道非常道啊，啊，宇宙之间万事万物没有名啊，名是人把它起的啊。啊，所以名是假名啊，它的性质我们要认清楚。假名啊，再给诸位说，相相也是假相啊。为什么大乘教里面佛常说一切现象，无论是物质现象，是心理现象，
佛说当体即空，了不可得。这说明相是幻象，叫梦幻泡影呐。他有没有妨碍呢？给诸位说，实实在在没有妨碍。性跟相当中没妨碍，性不爱相，相不爱性。理不爱事，事不爱理。再跟诸位说到究竟处了，事事无碍啊，事跟事也没有妨碍啊。为什么？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，它怎么会有妨碍呢？那么这些妨碍从哪里来的？妨碍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生出来的，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就是四无碍的法界就现前了。清凉大师在华严经上所说的，离无碍，四无碍，离四无碍，四四无碍，真的一点都不错啊。你在宇宙之间呢，找不到冲突，障碍什么？障碍的起因就是对立，没有对立了。变法界、虚空界是一体，不是说一家了，比一家的关系还要亲密，是一体。宇宙是一体，哪来的妨碍呢？像我们身体，这是一个身体。这个身体从外面看有五官眼耳鼻舌身，从里面看有五脏六腑，个个不相同。这就好比宇宙之间一切万物，品类不一样但是它是和谐的，它没有冲突。眼睛不是耳朵，耳朵不是鼻子，各有各的功能，但是它们互作合作，从来不发生冲突。眼能见第一，耳能听第一，鼻能嗅第一，个个都第一，这身体健康啊！如果说只有我眼是第一，其他都是第二、第三，这个人就生病了。我们这个国家，我们国家第一，那个国家第二，那个国家第三，这个地球有病了，这个社会啊就会动乱了。个个第一，就平等了。问题在解决，族群也是一样，文化也是一样，在佛法里面找不到第二啊！你看《楞严经》里面，佛问他的大弟子：“你们是怎么证得无上菩提的？是怎么修成明心见性的？”25个人所修行的方法通通不一样。这25个方法展开来就是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。每一个法门都可以明心见性，每一个法门都能成无上道。所以佛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为什么有这么多法门呢？法而如是，这本来就是这样的。
只要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通通现前了。啊，智慧德相都现前了。过去，方东美先生告诉我，现代哲学上有许多问题不能解决，科学上也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。大乘佛法里头啊，都有解决的理论和方法。啊，那我们要问，何以这些哲学家、科学家，乃至于宗教家，都不能解决，大乘佛法能解决？道理在哪里？他们所使用的方法不一样。啊，世间这些学者专家，他们用的方法，研究，用什么研究呢？用大脑思考，这个大脑思考里面呢，有分别，有执着。啊，那大乘教的方法是不用大脑，不用思考。啊，他用什么呢？用清净心。啊，佛把这个心呢说得好。啊，他用一个比喻说，这个心像水一样，叫心水。啊，大海的水。啊，那我们六道凡夫的这个性海，啊，就是心水呀，是什么样子呢？是染污的，是不平的，就是有波浪的。啊，凡夫心水呀，是不平染污。啊，所以他照外面的境界，就照不准确了。不是不能照，照的是支离破碎。啊，大乘教呢，首先叫你修定，定到一定的程度，不但这个心水不动了。染污也沉淀下去了，水变成清了，啊，清水不动，它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对于整个宇宙啊，它照见呐，啊，这是用的方法不一样啊。你看科学家，他心动不动，他心清净不清净，啊，当然。比我们一般凡夫，他的心比我们清净。啊，因为他研究东西，研究一门，一门深入，他的妄想比我们少，就是染污比我们少。啊，心比我们清净，所以他比我们聪明。啊，他发现了宇宙很多的奥秘。给我们说出来了，啊，但是不彻底、不究竟，那就是说，他的分别执着没有断尽呐，只是比我们少一点而已啊。啊，佛对于弟子的要求，啊，是要把染污离开、放下。
啊，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统统放下，让自信、性海啊自然现前。自信的性海是清净平等的。啊，你看看六祖慧能大师的见性的性是什么样子？第一个就告诉我们：清净，没有染污。啊，何其自性啊，本自清净。啊，第四句说：“何其自性，本无动摇，不起波浪。”啊，它是平等的，是清净的。啊，《无量寿经》上教我们修行的纲领，三藏四，这修什么？清净、平等、觉。其实觉不要修，只要清净平等，觉就现前，不是本觉嘛？啊，《起心论》里面，天亲菩萨依照《大乘教》里面啊，借取精华。为我们介绍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。啊，本觉是心，自心，清净平等。啊，那个觉在什么地方呢？觉他说了两个。一个是本自具足，一个是能生万法。啊，本觉本有啊，不觉就是迷失了自性，迷了。这桩事情，自性里头没有啊，啊，不觉本无啊，那个不觉。迷惑不觉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们可以讲，它是从分别执着里面生出来的。啊，分别执着，连妄想、自性里头都没有啊，啊，所以这叫妄心。妄心虽然一。自信起的，但是自信不是妄心啊，这个道理很深啊，但是也并不是难懂啊，很深的理，只要你静下来，你不要去分别，不要去执着，你听佛说。你就能听懂，你就能听明白，懂了明白了，就叫开悟了。佛在楞严会上说明。诸法实相，阿难尊者听懂了，设计赞佛。富罗那没听懂，啊，那我们要知道啊，阿难只证了初果啊，须陀洹呢，富罗那是四果阿罗汉呢，但是初果听懂了啊，四果罗汉啊。迷惑了，啊，听不懂，啊，向世尊请教啊，啊，迷从哪里来的？什么时候迷的？
现在我们修行啊，破迷开悟了，这开悟之后啊，几时会再迷了？你看看弗伦纳问的好不好，我们听了很中意，为什么呢？全是我们的意思，全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们没有问出来呀，富农那尊者代替我们问出来了。这个东西难大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举一个例子，言若大多，迷头认眼。举这个例子让大家了去体会，啊，我们把这个例子说的再浅显一点，让诸位同学呢更容易明了，啊，几时迷的，什么时候迷的，为什么迷的。我们小时候念书是在抗战期间，非常时期啊，啊，抵抗日本人的侵略啊，啊，所以小学五六年级就有军训，啊，一年级到四年级有童子军，五六年级啊就有军训了。这个军训早晨起来升旗，啊，老师训练学生啊，啊，接受军事训练。军事训练每一天都会举行紧急集合，啊，不定什么时间，啊，一敲钟，一吹哨子。啊，学生服装整齐，马上到操场去，把队伍就排起了。啊，速度很快啊！啊，决定不超过五分钟。啊，你看，从每个教室都出来了，啊，整整齐齐的。啊，总会遇到这种事情，绝不止一次。啊，一个同学。慌慌张张问同学，哎，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帽子啊？慌慌张张，我帽子找不到了，问大家。那个同学指着他的帽子，不是戴在你头上吗？他一摸，真的在头上。这个故事跟言若大多弥陀认言是一桩事，一个现象啊。你说他帽子戴头上，他忘记了，几时迷的？什么原因迷的？你问的不就问这些问题吗？啊，已经戴在头上了，到处去找，找不到。啊，急得一身大汗，没事啊。啊，佛说六道凡夫就像这样情形，有没有原因呢？没有原因，告诉你，无始无明，没有原因。啊，就是这一念迷，这个一念迷不与自性不相干，是从自性起的，自性没有迷。啊，那么由我们细细去观察，还不是自己分别执着吗？啊，出了这个差错，啊，一觉呢，一觉迷就没有了，不要再追求。哎，我这个帽子戴在头上，我什么是什么原因我迷了？啊，这几时迷的？你还去找这个吗？那不叫迷上加迷吗？这有答案吗？没有答案。啊，所以佛告诉我们呢，放下就是啊。
你别去想去了。啊，那么你的清净平等觉呢，就现前。你越想，距离清净平等觉就越来越远了。啊，我们凡夫总是想找到原因，啊，找到开头，找不到。啊，佛菩萨告诉我们，没有这个。开始没有原因，为什么呢？假的嘛。所以以后我们再看佛学讲的这些名词术语啊，才真正佩服佛菩萨高明，我们自己太笨了。你看他说想，上面加个说妄想，这不就讲清楚了吗？这想是妄想，你何必再去追究它什么原因啊，追究什么时候起的？错了，那叫妄中再加妄。妄不能够断妄。啊，只有一切放下了，妄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个道理明白之后了，你就晓得科学家、哲学家为什么有许多根本问题不能解决。妄中再求妄，永远没有答案。啊，即使他把它放下了，哦呦，豁然大悟，他就明白了。啊，其实，释迦牟尼佛慈悲呀，当年在世就已经表演给我们看。啊，你看，他19岁出去参学，学了12年了，到30岁啊，印度宗教学派那个里面的高人，他通通拜访过，通通跟他们学过。啊，4禅8定，他也修到家了。依然有一些问题不能解答。啊，他做样子给我们看，到恒河边上找一棵大树，啊，印度人称为毕多罗树，在下面入定，把12年所学的统统放下。这个事情很重要，放下之后呀，豁然大悟。如果12年所学的不肯放下，你就决定开不了悟，障碍你开悟，这叫什么呢？叫做所智障。啊，障碍佛把它分为2大类，一类是烦恼障，一类是所智障。啊，烦恼障是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。啊，这是烦恼。啊，障碍你明心见性，为什么呢？由自私自利，由贪嗔痴慢，你的心就染污，你的心就不平。啊，我们讲的心浮气躁啊，啊，这他不能解决。要心平气和才能见性，有所智障同样的道理。啊，你有很多的知识，你分别它，你执着它，你的心也造成了一种不平的现象，染污的现象，所以都起不了照见的作用。啊，通通放下了。心清净，心平等了，诸法实相啊，自然就现前了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啊，虽然
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科学家是佛，哲学家也是佛，思想家也是佛。啊，我们现在这个家太多了，啊，有政治家，有军事家，有企业家，和家太多了，没有一个不是佛啊。啊，那么佛度是见明心见性的，他现在是心也不明，性也不见，啊，我们说他是个迷惑颠倒的佛，啊，什么时候他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就立地成佛，啊，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就一清二白，他都清楚了嘛，啊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放下了。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真的做到不起心、不动念了，不分别、不执着了。啊，所以才能说成这么几句话了，非生而说生的。啊，生是个幻象。名是假名，对于幻象，对于假名，只要不去执着它，不去分别它，哎，它妙用无穷啊，它有它作用，叫妙用。起作用加上分别执着，就不是妙用了，啊，那就是六道凡夫的起作用。如果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那就是佛菩萨的所起用，那个用妙。为什么妙？它不生烦恼，它不起波浪。那你的这个心水呀，里头没有波浪，没有烦恼，没有烦恼是清净的，没有波浪是平等的，哎。就是你的心啊，是清净平等心。有分别有执着呢，那就是大风大浪，啊，我们今天讲啊，心浮气躁的妄念，就妄跟真是一，不是二。妄念就是真心，真心就是妄念。啊，它是一不是二。啊，虽然是一不是二，作用不同，果报不一样。啊，心浮气躁所生的现象是六道轮回，清净平等所生的现象是极乐世界。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，世界成就原理在此地啊，啊，凡夫妄心是动的，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界，我们看起来跟佛父没凡夫没两样啊，他也是动的啊。那个不一样在哪里？动中有不动，他能守住不动，不动能控制动的局面啊。凡夫呢，动中也有不动，但是他把那个不动啊忘掉了，
于是这个动乱的局面他没有办法控制，只能随波逐流啊。啊，在佛经上讲随业流转。啊，那么由此我们也能体会到这个教育多么重要。啊，教育什么重要？什么教育呢？圣贤的教育。啊，最殊胜，最圆满。佛陀的教育，啊，大家听到佛陀，你们马上就分别执着，认为他是迷信，他是宗教，错了。佛陀是谁？佛陀是自己自信呐。啊，佛陀这个名词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意思是智慧，是觉悟。他不迷啊，迷了不起不叫佛陀啊。佛陀教育的宗旨是破迷开悟，转凡成圣。成圣就是成佛。啊，所以学佛的人虽然多，佛是什么？他不知道啊。啊，明白了，佛是谁呀？佛是我自己呀，佛也是你呀，佛也是他了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你说是迷信，我也赞成，为什么呢？你自己就迷啊，你不承认你是佛。啊，宗教里面许许多多信了佛了，皈依了，受了戒了，啊，什么是佛不知道，受到佛一定是啊，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，他们是佛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说，净土经上讲啊，自信弥陀啊。唯心净土啊，心净则佛土净啊。啊，净土从哪里来？清净心现的。阿弥陀佛从哪里来的？自心觉现的。外头没有啊，所以心外无法了，法外无心。啊，我们感激老师，不是老师的教诲，啊，不是老师把这桩事情给我们说清楚，我们怎么会知道世间有这么好的学问？啊，因为社会大多数人呢，都说他是迷信。我们从小也就相信，啊，佛教是迷信，佛教是宗教，啊，于是就没有心去接触它了，啊，不想接触它，啊，到老师给我们介绍，说清楚，说明白了。啊，我们重新在认识佛教，认真学习佛教。啊，这学习一定靠经典呢。啊，这才了解。啊，佛家的说语说，佛法无边呐。佛是觉悟，是智慧。智慧觉悟，对于
整个宇宙人生，通达明了，真的是没有边际。所以我们永远感谢老师的大恩大德。在这个一生当中指出一条光明的大道啊，让我们这一生生活在幸福圆满的境界当中，这是真的啊！世间人哪个不生烦恼？哪个人没有忧虑？只有深入经藏的人，他没有烦恼，他没有忧虑，他没有牵挂，他没有任何压力，天天是法喜充满，像弥勒菩萨一样。这都是从大乘经教里面带来的，大乘经教里所说的全是自己的自信、信体、信德、自信的起用，这说这个东西全是说的自己，没有一句话了是与自己不相干的。所以这个第一句叫我们不要执着身，帮助我们破身眼。身是假象，这个字是假名。第二句讲的呢，非起而现起，这是什么现象？贤首过思还原论里面，行一体，起而用。这个起就是起而用。二用是讲两大类。第一类是宇宙的现象。宇宙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会有宇宙？都给你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。第二个现象，我从哪里来的？你看这个关系多密切啊！我们不说生命的起源，我的起源，我从哪来的？佛法里面讲依报正报。正报什么？正报是我，不是别人，我从哪来的？依报什么？依报是我生活的环境。我生活环境里头有人事环境。那个人事环境不是我的正报，是我的依报。所以依报里头有人事环境，有物质环境，有自然环境。正报就是自己身体。我们或者讲的生命。再讲的深刻一点呢，我的灵性。灵性不生不灭啊！他为什么会现这个身？这些离根四，《华严经》上都说得很透彻。
啊，明通达明白了，就不执着了。还执着，还分别，说明这一桩事情的理论与事实现象，你没有通达明了。啊，为什么通达明了？决定不但是没有分别执着，连起心动念都没有。那真正通达明了，还会起心动念，还有分别执着，叫一窍不通。啊，一窍不通，没关系，慢慢学嘛。就怕是自以为通了，那个麻烦大了。为什么自以为通了，他不学了？啊，不学迷惑，那就认命了。啊，佛教的术语叫随业流转，我们一般世间人讲认命。啊，你就受命运的支配了，啊，这很苦恼的一桩事情。啊，命运从哪来？自己造成的，自己的业力变现出来的。啊，善业有善果，人天福报啊；恶业有恶报，啊，恶鬼地狱，他现这种相啊。就非起而现起，哎，这是把你看看，非生而说生是讲的正报，非起而现起是讲的依报，这两句合起来，就是贤首过失还原观里面的起而用。真相了解了，你不执着了，无生也无见。这个无，不是说现象没有，无是什么意思呢？心里面呢？无执着，无分别，无妄想，这就是佛的无上身呐、啊，这是什么法身呐、啊？清净平等法身佛是谁呢？是自己。怎么是自己呢？大乘教里面，我相信每一个同学，你都念过很多遍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诸位有没有念过？念过之后，这一句话怎么个讲法？十方是讲的空间，三世是讲的时间。这个时空之内，所有一切佛是同一个法身。啊，这个法身是什么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都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然后你才见到变化界、虚空界、森罗万象是一体，回归到一体啊！这个一体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。啊，这就叫清，这个清净圆满的法身佛。你说那个关系多密切，
在这一题里头还有什么问题啊？什么问题都没有了。所以我们知道啊，一切问题都是从分别执着生。啊，我们不是妄想，妄想那是根源，太微细了，很难发觉。给你讲分别执着，你的感触很明显，通通是分别执着里头生。啊，离开分别执着，天下太平。啊，六祖在《坛经》里面说得好：“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？”啊，尘埃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种种社会问题，从哪来的？是因为你有了，你有一无啊，麻烦就来了。你要晓得本来无一物，你的心回归到清净平等觉，再看这个世界，问题没有。啊，人家有疑难杂症来问你，你一点他就醒了，他就明白了，一明白了，问题解决了。啊，真的是没问题啊！啊，所以这手机啊，说明啊，可以说虽然只有八句，也可以说呢。把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，自行化他的宗旨啊，说明白了，说得好啊！啊，这么简单的几句话了，讲得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。啊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。说的不多，意思很清楚，我们把它念一遍。后记，就是这首记第九首，啊，后记，摄尘，身即非尘，啊，摄是解释，啊，尘是成就，啊，就是解释，啊，成就我们的正知正见，啊，佛知佛见。知道身皆非身啊，身是色相，非身是空，空即啊，就是自性。心经上讲的色即是空，身即非身呢，色即是空啊，意思完全相同。故无可悟啊！啊，你说我悟到了，我开悟了，你有没有真的悟到？没有。为什么？你分别开悟，你执着开悟，你还是堕落在执着这一边。那真正悟到什么呢？悟到没话好说啊，开口便错啊，动念皆拐啊，但是他又非常清楚，所以聚而常照，照而常寂啊，照见万法皆空啊啊，那这真的悟了。
啊，他为什么说无可悟呢？下面解释，悟生其见。你要自己以为是悟了，你看又起了一个见，起了一个见解了，起了什么？起了分别执着了。啊，此见如神呐！啊，这种分别执着的时候，就跟那执着这个假象是一样的，你又起了执着了。必须是什么样呢？身见两亡，正法身也。啊，对于这个身相不要执着，对于名词术语不要执着。所以《起心论》里头，马明菩萨告诉我们：啊，这是什么呢？以听教、啊，诵经、诵经听教。你要守住一个原则，你才能够契入佛境界。啊，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听教呢？立言说相，立名字相，立心缘相，你才能悟入。啊，言说相吗？讲经说法，你不要执着他的言语。看经呢，不要执着文字，文字是言语的符号。言语不能执着，文字不能执着。啊，不要执着他的名词术语。啊，这个地方讲个身。讲个佛都是术语啊，这些术语就叫名字相啊，他是为了教学方便起见，假设这么多的术语帮助你理解，你不能执着，一执着呢就错了啊，不可以啊。有心缘相，心缘相，你想，哎，这几句话什么意思？你动了这个念头了，你想，你在那里听讲，在读诵啊，你想的意思是你自己的意思，不是佛的意思。啊，你一面听经，一面打妄想，啊，读经也是打妄想。你怎么能解如来真实义呢？哎，开经偈上说的好啊，啊，真不容易啊，百千万劫能遭遇，难遭遇啊。那你的真正的利益是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啊，必须一心专注去读诵听闻，决定不起妄想分别执着，那叫真听，你就真的受用。啊，一面听一面自己还起心动念，所以不解如来真实义啊！啊，所以我们也常常听到，哎，佛度有缘人。啊，什么是有缘人呢？读诵听闻都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那是有缘人。啊，那个人可厉害了！啊，他一听就懂。啊，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跟诸位讲：我们住在香港这个地区，跟广东
是一家的。唐朝时候，这个地区出来一个六祖慧能大师，那个人是佛，真佛，不是假佛啊。啊，你看他在《坛经》上说他的缘起，啊，他是个樵夫，卖柴的，啊，现在这个社会没有了，啊，你看不到卖柴的了，也看不到挑水的了，从前没有自来水，家里用的水呀，是挑水的来卖的，一担一担的来算的，啊，他在河边挑水，挑到城市里面来买。啊，慧能大师是砍柴的，樵夫。啊，偶尔柴卖掉了，啊，那这应该是小客栈。买他的柴，哎，给了他的钱了，啊，他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听到房子里头有人念经，念《金刚经》，他听了一会，越听越有味道，他真听懂了。念经的人不懂啊。念经的人天天念呢，不开悟啊。他偶尔从窗口那个地方就听个一两句，他就悟了，就明白了。太好了，他就走进去问那个人：“你念的什么东西？”啊，他说：“我念的是《金刚经》。”说实在话，什么是《金刚经》，慧能也不知道。啊，就问他。你的经从哪里来的？啊，五祖忍和尚那个地方借缘来的。啊，越谈，就越投缘。啊，他念的人不懂，他把他听懂的那个意思讲解给他听。哦，这个人听了之后非常惊讶，不认识字，这么高的悟性。啊，于是乎就极力呀、啊。推崇给他介绍，你呀、啊，到黄梅去参学，你一定会有成就。啊，那他是个樵夫，家里还老母亲啊，天天砍柴，柴卖掉的时候，这个钱拿去买一点米，买一点粮食回家养妈妈。啊，他不能离开呀、啊。啊，这个客人很好。拿了十两银子给他做安家费。啊，你家老母亲我们来帮助你照顾。你好好的到黄梅去参学，你一定会有成就。啊，这一桩事情是什么？读的人不懂，听的人明白了。啊，同样一个道理。讲经上台，讲经的法师啊，没有开悟。下面听经的人会听的话，听经的人开悟了。你相信吗？可以相信啊，为什么？有道理呀。讲经的这个人，虽然他依靠古的这个古大德的这些注解。啊，收集资料啊，在整理他的讲稿，他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断呐、啊。听经的人啊，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，一听就开悟。其如华严境界，讲经的人查得原汁原意啊。
我们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了，就晓得修行正果靠谁呀？靠自己，不是靠别人。你仔细看看《高僧传》，啊，看看过去。啊，这些古大德，他们自行化他的行矣，你就都明白了。啊，所以宗门大德，啊，测验学生，常常问这么一句“会吗？”这两个字，意味很深呐、啊，你会吗？啊，什么叫会呀？放下就会了。啊，你不放下，不但是没开悟的人在这里讲，你不会开悟。啊，诸佛如来到这个地方给你讲，你也是不开悟。啊，会的人是用清净平等觉心来听闻。由此可知，能不能成佛，能不能悟入，全在自己，不在别人。这都是真话，不是假话了。啊，所以我很感谢张家大师。啊，这个秘密呀、啊。我第一次跟他见面，他就毫无保留告诉我了。啊，秘密是什么呢？看破放下。这两句都不容易。啊，放下什么？放下妄想，放下执着。于世出世间一切法，啊，不但是世间法，佛法不例外，啊，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讲得很清楚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啊，这个舍就是什么？对于佛法，你都不可以分别执着，何况世间法？啊，为什么佛法不能分别执着？佛法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这个道理你要懂啊。啊，所以不能执着啊。啊，真正的法说不出来的啊。无生也无见呢，你怎么说啊？所以佛能够说得出来的，能够做出样子给我们看的，都叫做方便法，啊，叫善巧方便呐、啊。你别把它当真啊！啊，真的是什么呢？真的，佛讲的很多，叫万法皆空。那是真的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世间一切相是虚妄的，诸佛如来的相也是虚妄的。啊，他们又说，诸佛菩萨例外，啊，没这么想法。啊，华藏极乐世界除外。也没这说法啊，华藏极乐也是虚妄啊。啊，真相现在我们
有一些概念，真相是什么？真相是常寂光。常寂光里面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精神现象，那就是自性的本体。啊，虽然它没有现，没有相，啊，它是个空寂的，你不能说无，为什么呢？它能生万法。啊，能生我这个灵性，灵性弥了就叫灵魂。这个诸位要知道啊，灵魂跟灵性有差别的。啊，灵魂是迷的，迷的灵性。啊，他这一迷怎么迷了就有六道，他就出不了六道。他要是觉悟了。行过了，不迷了，就超越六道了。啊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灵性跟灵魂实在是一，就是一个是觉悟的状态，一个是迷惑的状态。啊，这个不同的称呼。啊，它不生不灭，它是真正的自己啊。那六道里面投胎，就到六道里头找一个实体，他依附他。啊，我们现在常常讲附身嘛。那我们找那么个身体，就附着他，附在他身上，啊，起作用。啊，灵魂附体，哪个人不是灵魂附体啊？灵魂不附体就死人了，就死尸了，那就不叫活人了。通通是附体啊！不过这个身体是啊，是我自己的灵魂附这个身体啊，不是别人的灵魂附在我这身体啊。别人的灵魂可不可以附这个身体呢？也有。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国内国外看到很多附体的啊，还有不止一个灵附体。我曾经遇到一个同修。啊，是个女孩子，100多个灵附体，那苦不堪言了。啊，所以她头脑是一片混乱了。啊，因为每一个灵都干涉她的脑波。啊，所以那是非常非常不稳定。啊，那么这些现象了解了，你就知道它是什么回事情。啊，他来找我，我就劝告那些附体的这些灵，请他们离开。为什么呢？彼此都痛苦，灵附在人身上，他也痛苦。啊，劝他离开，劝他念佛。往生极乐世界，啊，有的往生天道，啊，但是，他说我进入他身体之后，他很紧张啊，我离不开啊。哦，这信息我们就明白了，哦，他在紧张的时候、痛苦的时候，临离不开，要怎么要放松，啊，放松的时候，附体灵才能离开。啊，所以就劝他念佛、念菩萨名号，啊，把身心放松一点，啊，就离开了。啊，100多个，啊，大多数都离开了，最后好像有6个不肯离开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跟他有深仇大恨，过去生中结的冤仇，啊，他要逃命，啊，当然很痛苦。我们再给他谈条件，啊，给他做佛事，给他超度，啊，谈了很多条件，搞了好几天，啊，他也同意了，啊，同意就离开了，他就恢复正常了。
这些事情呢，在外国也有啊，没有两样啊。啊，总而言之是，你不要有分别执着，外面什么样，你这个恩爱也好，怨恨也好，那些灵啊，它就附不了你的身，它没有机会。为什么会附身？因为你的妄念太多，它很容易进来。你没有妄念，只有正念，它进不来。啊，想进去都进不来。啊，所以怕的妄想多啊，杂念多啊。啊，这就是给这些冤亲债主给他有机会呀。啊，所以叫身兼两王，啊，就是说不要王就是放下，啊，对于有形色的，不要去分别执着，对于这些名词术语啊，更不要有分别执着，啊，这个时候，你才有这个机缘，证得法身。啊，正得法身说还要加功夫，啊，加到什么呢？不但没有妄想着这个分别执着，连起心动念都没有。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那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啊，这就证得了真法身了。幕后。有三句话说：“观身是相的，观佛亦然，故就佛界。”所以最后一句“是佛无上身”，啊，皆归到佛。啊，这个佛是谁呢？佛是你自己，你自己成佛了。啊，佛的无上身、圆满身。就是法身啊，大乘教里面常常念的清净法身佛啊，圆满报身佛啊，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啊，三身是一体，一体三身。啊，化身是离体，报身是自受用，化身是他受用，啊，帮助别人。我们再看这一大段最后的一首偈：“如是实会说，诸佛妙法心，若闻此法者。”当得清净也。如是，这两个字是讲上面所说的啊。菩萨讲的偈颂啊，虽然只有十首。可是这个里头意思啊，深广没有边际啊，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佛的谦虚啊。为什么呢？三重障里面第一个傲慢，破傲慢。你看，无上慧菩萨说了这么多，他把他这个功德推给别人，啊，推给谁呢？如是实慧说，实慧呀，是他前面的，他是第九位，第九住的菩萨。
无上慧。前面第八住的菩萨了，叫真实慧。这个不是我说的，真实慧他说的啊。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！我们这个世间的人的毛病啊，什么都是我发明的，我悟出来的。你看看别人，别人说再多，说的再好，他说的不是我说的。清凉大师注解里面只一句话，推功可知，他把这个说法的功德推给别人。啊，绝不自居。啊，那我们现在社会有一点好事都是我的，怎么肯给别人？啊，他推给八住菩萨，八住菩萨推给七住菩萨，七住菩萨推给六住菩萨，啊，都是推给别人呢，哪有自己呀？啊，事情做成功了，功德是大家的。啊，我们这几年。在安徽庐江汤池小镇做了个实验，啊，中国传统这种文化的教学《弟子规》啊，在现在社会上还管不管用？啊，这个实验成功了，成功之后我们交给政府。啊，功德是谁呢？我们要学菩萨了。啊，这个实验成功啊，功德是地方的领导，啊，是中心的老师，还有汤池小镇所有的居民，啊，大家肯受教啊。才有这样辉煌的效果啊！我哪有什么功德了？那人家常来问我：“哎呀，法师啊，你的理念……”我说：“千万不要这么说，我没有理念。老祖宗的智慧，老祖宗的办法，这是真的。”弟子规不是我编写的啊，弟子规是我们中国5000年家教的集大成啊，我们接受古圣先贤的教诲，我们相信，我们明了古圣先贤是真实慧，啊，为什么他们的心比我们亲近？啊，5000年那个时候，这个地球上人少啊，人与人之间没有相争的。啊，那个时候伏羲氏啊，也就说明那个时代人的生活靠什么？靠打猎啊，游牧民族啊，啊，人跟野兽啊去斗啊，野兽也吃人呢，人也吃野兽啊。
啊，到社会进化进步了，啊，神农发明了农耕，啊，农耕，我们以农作物做主食，啊，而不是以肉食做主食了，啊，进入到农耕时代，农耕就定居了。啊，就不是游牧了，定居了。啊，这个社会呀，慢慢这样进化。啊，定居，子孙多了，都住在一起，这就形成个家了。啊，中国家是这么形成的。啊，那个家族的人口越来越多，你看我们中国讲的五代同堂。六代同堂，七代同堂，真有啊！七代同堂可了不起啊！啊，那个最高的大概都是都会超过100多岁啊！啊，那么这个家族至少也有500-600人，所以家就是个社会。那要着重教育了，啊，家里头每一个成员，起心动念呢，都是为整个家族着想，不能为自己，啊，为自己这个家就家破人亡了，那家就不像家了，啊，所以它有规矩，啊，那么《弟子规》是所有啊，当时这个大家庭每一个人。必须要遵守的规矩，这是家规呀！啊，有这个大家，他就有家道。啊，家道是什么呢？是伦理，是讲究人与人的关系，啊，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，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，这属于伦理。所以伦理的范围很大了，啊，关系要清楚，关系要处好，啊，关系讲求什么？和睦，这和为贵呀，人跟人要和，啊，家里首先是家里人要和，啊，跟不是一家人，外面人也要和，啊，跟这个树木花草要和，啊，因为到农耕时代了，跟山河大地要和，跟大自然要和，啊，这个是中国文化了，自古以来的沉船呐，啊，所以有家道，有家规，有家学，有家业，啊，业是事业。啊，世世代代沉船，啊，所以一个姓就是一个家族。啊，从5000年传到我们现在，啊，在过去，每一个家都有祠堂，啊，祠堂就是你这个姓这一个系。啊，沉船年代太久了，几千年了，啊，你的人口也多了，你这一个家族繁衍到现在，啊，至少有几百万人，啊，我们一般家庭没有统计，啊，现在记载的最清楚的，是孔夫子这一家，世世代代他们记载很详细。孔子传到现在，据他们这个家谱里记载，现在差不多将近200万人。你看这么大的家族，啊，孔家如此，我相信哪一家都是这样的，只是你们疏忽了，世世代代没有把它记下来。
啊，所以现在中国有10亿人口啊，啊，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，啊，所以这家规，啊，有规矩，啊，家和万事兴，啊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，啊，所以你要知道历史的渊源，啊，国家的治乱，实在讲，不在形式啊，不在制度啊。制度再好，人不好，还是乱世，不是治世。如果人人都受教育，你看建国军民教学为先。修身齐家，各治为本呐、啊。啊，各是各无啊，治是治之啊，各无治之是根本呐、啊。啊，建立一个政权，统治这个国家，教学为先。啊，你看这几句话多重要。啊，修身齐家，格致为本。啊，这个八句要做到了，无论什么制度，天下大治。啊，国泰民安呐、啊，真是风调雨顺呐、啊，啊，和谐世界。啊，人人都懂得伦理，啊，就是关系，啊，懂得关系，关系处好，那就是道德，啊，所以伦理的教育、道德的教育、因果的教育重要啊。啊，无论什么制度，它都好。啊，你现在讲民主，讲民权，啊，民权一直到今天，没有看到好的成绩出来，还是一片混乱呢。啊，我们很冷静、细心去观察，现在这个民主社会的制度。跟我们中国人常常啊向往的尧舜禹汤，那距离太远了。啊，尧舜禹汤那个时候是封建社会，他们这些人齐心动念，为人民着想。为天下众生着想，他们有私心呐、啊，啊，也就是我们常常在学佛，同学们互相勉励的，他们有自私自利，他们有名闻利养啊，他不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，他没有贪嗔痴慢，什么制度，他来执行都是好的，都是究竟圆满。如果是个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，啊，贪嗔痴慢，什么制度他去掌握，都有毛病。啊，所以我们老祖宗才提出来，建国军民教学为先，教什么？教伦理，教道德，教因果。啊，现在讲的素质教育啊，人品的教育啊，要摆在第一了。啊，教育怎么个教法呢？后面两句，
修身齐家，各志为本。啊，各无志志，正心诚意，然后身修家齐，国治天下平。啊，这才能达到一个大同世界。啊，不从教育，决定做不到啊！啊，今天每个人都希望有个大同世界，可是所做的呢，完全跟大同的原理原则相违背。啊，所以这个天下是越搞越乱了。啊，到最后不可收拾。那外国宗教里面讲的世界末日，你是多么可怕！啊，所以我们在华严经上看看，所有的这些佛菩萨都给我们做最好的典范，啊，有功劳是别人的，有过失自己承担。啊，自己是接受过失，功劳推给别人。这是中国人，是老祖宗的教诲。啊，前面讲的是什么呢？诸佛妙法性，你看一句话，啊，前面十首偈在这里总结这一句，啊，诸佛的妙法性。啊，这一句话展开来，就是大乘的全部。啊，也是圆满的大方广佛华严经。啊，所以这个经真的妙。经里面每一句每一个字，它都有圆满的信息在里面，啊，确确实实是一皆一切，一切皆一，一多不二了，啊，一句展开就是全经，啊，全经展开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妙法。总归拿了就这一句，若闻此法者，当得清净也。啊，那我们要问了，啊，这一章经，啊，或者是这一品经，我们学的不少了，学到现在了，有没有得清净也？得清净眼，就开了法眼了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，如来有五眼，啊，有肉眼，有天眼，有慧眼，有法眼，有佛眼。清净眼是什么呢？清净眼是后面的三种。啊，前面肉眼不清净，天眼也不清净，法眼以上，啊，慧眼以上，慧眼是阿罗汉，法眼是菩萨，啊，再上就佛眼，叫无眼圆明。我们为什么得不到清净眼呢？我们不肯把染污丢掉。
啊，染污是什么呢？执着，执着是染污。我们不肯把波浪啊洗掉。啊，波浪是什么呢？波浪是分别，有分别心就不平了，有执着心就不干净了，所以我们的清净也没得到啊！啊，最低限度是真觉悟了，在一切法里头啊，不再执着了。不再执着，清净心现前了。啊，虽然清净眼没得，清净眼是正果，啊，阿罗汉以上，啊，慧眼、法眼、佛眼都是清净眼。啊，但是。我们已经向这个方向，向这个目标去精进了，这是好事情啊！啊，那么真学佛，我们现在也明白了。啊，什么叫真学佛呢？放下才是真学佛。啊，不肯放下。我们天天在那学习，学的是佛教不是学佛。啊，我们是在搞佛学，佛学跟学佛是两回事情啊，也就是佛学里面没有离开分别之处啊。我们天天在这里学经，天天在研究经典啊，在学习古大德的著述啊，我们的分别之处没有离开，这叫佛学。啊，佛学帮助我们得到一些了知识，起的作用不大。啊，能够帮助我们在世间做一个好人，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，不能证果。再说的第一点，不能开悟。啊，所学的是记问之学。啊，我读得多，听得多，我记得多，我能讲，我能写。啊，在这个世间，啊，可以作为一个学者、专家、教授。啊，自己不得受用啊。啊，从前李老师常讲啊，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，也就是说你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你在六道轮回里面业力做主宰，你自己做不了主啊。善业感善报，人天果报，恶业感三途苦报，没有你自己选择的。如果我们在学习之中啊，能够把分别执着放下，那就恭喜你，你当得清净眼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会开悟，你会证果，啊，你会超越六道。你会回归自信的，回归自信就是佛啊！啊，大乘教里常讲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谁见性？
华严经上初住菩萨就见性了。啊，现在我们这里讲到无上慧是第九住菩萨。啊，实实在在我们还没有讲到他们的修行正果，他们的成就，现在是他们在这里称赞记赞品啊，他们在法会当中来赞叹呢。啊，下面讲到十住啊，十住品呢，那就讲他们自己修行正果的啊，这个所依据的理论跟方法啊，那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地方啊，还得从头来起，从法会菩萨来起啊，一步一步的往上升啊。现在这是好像这个扩前的一个预备啊，聚会在前互相赞叹啊，所以这两句话了是很值得我们勉励的啊！我们闻法要真正懂得佛的意思，依教修行啊，认真放下啊！你放得越多，你的心就越清净啊！所以古人有两句话说。知事多时烦恼多，摄人多处是非多。我们看看现在的人跟古人比啊，古人的心比我们清净，少烦少恼，所以他有智慧，越往上古去心越清净。为什么呢？人事少啊，人也少，事也少，啊，现在麻烦多啊！你每一天在电视上，啊，新闻上，你天天都看，天天都接触，那你的烦恼就多了，啊，交际应酬多，是非就多了，你的心怎么能够静得下来？那我们要不是天天在跟经典接触，天天在学习佛菩萨的教诲，我们跟这些人有什么两样？你能不生烦恼吗？你能避免是非吗？不可能的事情啊！啊，所以在现前这个社会，真正要想成就自己，还是住山闭关啊，还是得学习古人，十年不下山，二十年不下山，一生不下山，准有成就啊。这个也要有福报啊，想住山没福报不行啊。啊，有那么大的福报啊，哎，才能住山啊，才能在这一生呢得到真实成就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。今天是外国啊，这个基督教、天主教啊，还有西方的宗教啊，圣诞节，我们祝福同学们圣诞快乐。谢谢大家。